人生赢家，姆巴佩世界杯怒斩阿根廷一战成名，更有超模女友伴身边。北京时间6月30日晚22点，俄罗斯世界杯淘汰赛，法国队率先迎战阿根廷队，凭借帕瓦尔、格列兹曼的各一粒进球和姆巴佩的梅开二度，法国队最终4-3战胜阿根廷队，挺进1/4决赛。本场比赛法国小将姆巴佩主宰了比赛，这位身价高达 1.8 亿欧元的19岁年轻人以一次制造点球和两个进球，帮助法国队以4-3战胜了拥有梅西的劲旅阿根廷队，让梅西难掩失望黯然离场。姆巴佩19岁场上一战成名，场下也是春风得意，他不但是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的主力前锋，身价已经高达 1.8 亿欧元，据传还拥有一位超模女友，真是不禁让人感叹，真是别人家的19岁呀。